这一天，霸道总裁在欣赏美丽的云海，忽然发现云海边坐着一位美丽的放嗨公主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究竟爱不爱我？于是霸总准备上前搭讪。霸道总裁邪魅狂狷地问放嗨公主，女子为何一个人坐在这儿？七星闪烁，云卷云舒，真命天子他到底在哪里？救我于云海之中。你谁啊？你凭什么要过问本公主的事情？你谁啊？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。你要真命天子是吧？我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都将属于我，包括你。哥，先生，你要慎重，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粘人是吧？好，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多粘人。你跳给我看，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粘人。没问题。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，公主和霸总决定进一步了解彼此。于是公主带着霸总来到小树林里自己粘人的后花园。公主摇晃着红酒杯，指着上面横七竖八的男人说道，你看那些都是被我的黏黏胶黏住的男人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女人，你在玩火。如何？是你。去世界的尽头。海王到！谁让你们私奔的？谁让你们有话要说？回来！回来！本王有话要说，回来！回来！本王有话要说。放嗨王一路追赶，霸总和放嗨公主骑着飞毯疯狂逃窜。却撞上了追赶中的放嗨王。啊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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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连我说的是，文字新的时代。这不老实，40年的少，谁娘哄你？那钢琴，钢琴，你演大哥。好，他演二哥，我二哥，你给我演霸道小总裁。为什么总裁要小呢？把剧本拿来，我先说说你台词来。你先把你台词给我念念吧，我听。啊，女人，你为何独自一人坐在此处？
按古装的演了啊，这不是古装，这不是谐星吗？这吧，应该是一个现代戏。所以你把你锦衣卫的那个东西稍微给我卸一卸。导演，我真的不会演戏。导演，你给我示范一下呗，该怎么说这个词儿？不要老是只是说啊。给我示范一下，您熏导，怎么现在我这场务不在，我现在有点弄不住你们。我们都是，我们这里全都是熏男郎啊。对，熏男郎。我现在我这场务不在，让你们给我一顿熏。霸总在这儿呢，感觉电视是妹妹啊。霸总在这儿追妹妹，说必须跟她处。好，我必须要跟你处，必须跟你处。你们俩从后面奔过来，你们俩从这一块奔过来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你处，妹妹先生，哎，先生不是。他是谁？我没想，我再来一个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你处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对，什么贼？你贼什么贼？不行，他太近了，得离远点。你是要跟他处吗？我不处了，谁敢处啊？你再走一遍戏啊！我可以先做公主，先装小公主。你先女一，你先女一，走一下戏。七星闪烁，云卷云舒，真命天子你在何处？你需要真命天子是吧？很好，我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全世界现在都属于我，包括你。先生。你的慎重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Cut， 就没有了，就成功，就结束了这部，知道吗？现场戏过了吗？现在排练非常好，拍摄的时候把这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状态。现在开机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他爱我。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。说，他究竟爱不爱我？他不爱我。完美啊！他爱我。女子为何一个人坐在这儿？七星闪烁，云卷云舒。真命天子他到底在哪里？救我于云海之中。你谁啊？你凭什么要过问本公主的事情？你谁啊？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。你要真命天子是吧？我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都将属于我，包括你。哥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粘人是吧？好，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多粘人。你跳给我看，我就让你看看。我有多粘人？没问题。跳舞，跳过镜头过头，过。Nice！ 镜头怎么走？导演。好，没有，你们俩是听 Q 再说。对，你俩是到后面那个时候说。好，导演好。好。先不需要你啊，你先去对保镖去。就嗨王也不需要，嗨王也先回去。嗨王也不需要，也不需要嗨王回去。这也没有椅子让你们对休息。没事，你们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。好的。等会儿 OK 了，我们会跟经纪人说的。对，好的。好，我们去看戏了。然后就是他俩，你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俩在飞毯上逃跑，嗨王你就喊他。导演不要说了，他们两个在这儿。就在这儿是吗？好，那来吧。谁让你们私奔的？本王有话要说，回来。跑吧，赶紧滑。谁让你们私奔的？滑。本王有话要说，回来。滑。回来。别理他，往前走，不要理他，往前走。好，给嗨王一个静静。好，怼到脸上，再怼，啊，怼到这个位置上来。露脸了吗？对，露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我就这个。这个好，这可以吧 ？Cut！ 好，怎么样？过了。过了，这条绝对过了。这条看一下。我觉得已经过了呀。啊，过了吗？对，我作为导演，我觉得运镜还可以更好一点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剪辑上可以有很多的层次了。而且我觉得刚才情绪也很到位。对。浩哥，你觉得当晚上如果有个点映会的时候，大家看了这条的心情，
那这样吧，我们再拍最后一条。行吧，再拍最后一条。来，再拍最后一条。拍王道。好，别管别理他，往前走走。谁让你们私奔的？谁让我有话要说？回来，回来。好，对脸，对脸，对脸，好，对脸。对，我一直在。好，可以，好，看，可以。你俩一定要往这边来啊，因为我要拍这个景。你们俩是先生？不是，就是先生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爸爸很粘人的，你要慎重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爸爸很粘人的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哎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，对，我们的妹妹。三，先生，你要慎重。你们全家都在这儿，是很粘人的。三二一，先生，我们的你要慎重，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，非常。没想你俩是双胞胎，哇！你们俩这个时期，哇！这个时期真的，我的脖子太痒。对，睁眼睛，大一点，睁眼睛，大一点。嗯，你对，从这开始拉出来，对，拉出来。那我还要假装走是吧？哦，不够紧，我觉得我对算是对，这个对，这是我喜欢的角度，不是这个角度。天，走。那是葡萄汁。儿时的土木山，儿时的土木山，鹿本山。儿时，儿时的土木山，儿时 rock， 鹿本山。儿时 rock， 对，儿时 rock。儿时的土木山，儿时 rock， 鹿本山。儿时 rock， 鹿本山。儿时 rock， 鹿本山，本山。儿时 rock， 鹿本山。我平时就是，其实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拍戏嘛。嗯。但是，我从来没有跟就是好朋友之间，用这种方式来由我们自己来引发出这么一个拍摄的过程嘛。嗯。在这个过程里是真的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配合和一些想法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安排、我们的创意，才造就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片嘛。对。而且短片的过程中，我们还学到了非常多的实验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出来的效果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的妹妹，对，我们的妹妹，我好开心今天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所以就是，其实我们的友情，对，我们现在台词之中让我学到了一些作曲层面的东西。是，其实我觉得私底下我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多玩一些这样的视频，出来的效果我觉得会比正常拍的话出来的效果更来的收获大一些。对啊，很丰富。对。小龙哥起来了。浩哥起来了。这样起来准备了。对，早。来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。第二，还有十分钟就要来了。把它布置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自然一点。自然一点。你觉得他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。老师。好，就先这么定吧，就是不要想怎么抢，只要吓到他就行。浩哥，我会这样。关灯，你稍微快点，我们闷死了在里面。我们记得我的策略。哦，好，对，蹭我一下。哥，你怎么进去了？哎，我怎么进去我的房间？进不去了，房卡呢？你们谁有房卡？快，我没有房卡，没有房卡。这个刷脸吗？嘿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睡啊。顺其自然了。我的天哪！快！天哪！唤醒王嘉尔了。打着我的睡袋呢。老王，我来了。先用刺眼的强光唤醒王嘉尔。
哇！五十八。哎呀，大学。你干嘛呢？你自己有房间，你怎么不住自己房间、啊？哎呦我，啥玩意儿啊！你这个灯真的是太烦人了。我来叫你叫醒你们。怎么突然这样叫醒啊，哥？这是他给我的任务啊。你知道一起床这么强烈的光是对身体不好？那没事吧？你的身体？你们俩睡在一起，你不知道我们来这儿第一天晚上，我们四个人都睡在一个屋。对啊，他们给我的任务让我用强光，就因为加尔很闪耀。你要整我们还是？对我的眼球不好，我以后看不见了、啊。不是，就影响我视力，我演唱会上就看不到走位了。你拉倒吧，你演唱会那光那黄的比这个演唱会的光黄。这回看不见了、啊，就缺点音乐，其他都齐了。哇，真的！这干嘛？这是叫他们的。这样的设计给你，你为什么会接受啊？咱们直接用。你接呢？出来我吓我一跳，从柜里出来的，玩我呢是吧？啊，别推我了，他推的我是吧？谁呀、啊？碰瓷儿是吧？哎呦，我这，哎呀，碰瓷儿是吧？哎，大姐，你这，哎呦我，大姐，你知道我俩为什么在一个屋吗？啊，是我们提前准备好了这个之后，我突然发现我们有带房卡了，进不去，我进不去了。更没有带房卡，然后我就，你知道我在这儿低着的时候、啊，因为他看见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说这个寸头是谁呀、啊？我是看到大勋往这儿看了，我余光看到浩哥的那个影子，我说完了，不行了，赶快来吧！哎、浩哥贼慌，真的欢迎家族！哇，我们五个终于齐了，齐了！之前你们可能没有主心骨，对，但是现在。没有，现在更没有。这个是我们最激烈的早上嘛？啊，不是第一期是。大勋，你经历了面试吗？我没有面试啊。你还没面试啊？我们是考上的啊。你考上了。大勋，你也来个面试吧。我补上你的面试。他们说我这年龄大了。你的年龄大，你让我们这啊？你猜我哪年？你不是小子。真的吗？眼睛，啊、哦，这个玩意儿，之前有一些很尴尬的一些东西，什么？我坐这椅子上，我抱着这橘子，有个人后面拿个巨大的弹弓，把他给弹飞，把我给弹飞去，直接就9米。橘子看见就赶紧立刻测它的这个酸度有没有下降，有没有改变？哎，你不可以怀疑科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能怀疑，就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，这全是科学依据这玩意儿。酸度有改变吗？变了，真变了，真的是有的。还有很多实验的橘子，那一天全是橘子的实验，所以它也是有生命的。有，而且你要在整个过程中，无论你转到哪，你要让它的眼睛时刻看到前面。它眼睛在哪呢？挂呀！请各位戴上护目镜与手套。你们来炫吗？别把它炫走了。
你们都离远一点，稍微离远一点，然后这个就比刚才快很多。啊，你准备跑，你准备跑。一二三，转！哇哇转！哇哇塞！哇！转！哇哇！好好看啊，这个配色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弄完以后就这样一直在观看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观看，来过来，观看，快看，来看一下。